儿子的一个作品，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歌吧？这首《心肝宝贝》呢，表达一个母亲的爱子之情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暖的歌曲。Thank you.
谢谢，张倩婷老师为我们带来一连串这个，又很热烈四射，然后又很温暖的一连串的凤飞飞小姐的一些很经典的作品。那可是大家听得，还蛮开心的吧？那我们知道凤飞飞的作品其实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只有带这样来，好像还可以再更过瘾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再用更热烈的掌声，再欢迎张天庭小姐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这个很好听，而且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曲子，叫做《掌》。